这么紧就决定，看起来这张小药对你来讲真正足重要。可恶！你慢做我示范，我若是要问你，你爱我安怎做，你才愿意将大麻袋变作人，而且保证清风，未伤害受药。 真简单，只要你当未先客头顶签字，让我甲你人生百年袂歹的家里王，而且生生世世拢另外一个做主人，我就答应你放过大伯大，也固定收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敢有问你家己看卖咧？铁家敢像你这款这么不守家、这么富裕的囝？ 规家伙拢互你逼到用要起死，你怎想要安怎？你哦，干那靠你家己尔啦！既然恁无爱我回来，我阁母甲恁拢起痟，要死大家做伙死啦！啊！我命都死给不了你啦！你死啦！你死啦！阿达拉无死嘛，破掉命！ 啊，你阿威啊，桃花啊，你甲我等一下哦，是要甲我害死哦？哦，我阿达嘛，互你等一下，恐要变豆花啊啦！安怎？看啥看啥？当作我是水果有好机会哦！我变成人啊！哎呀！ 哪会这戆啊？而且足快，身躯嘛袂寒，奇怪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杨状元，我答应你做的，拢已经替你做到够啊，所以应该换你啊。是。 为了要把达拉个收留，拜托阴阳师的控制，有将元牺牲家己，做阴阳师的私人家人，更加清风生亲。自今日开始，恁两个就正式成为红阿婆，生共日，死共时，阴阳化煞得阴生，夫妻共生，鬼五命。 茶惊淡惊酒，只要有当油，还够金粉，就当保伊百年未歹之身。会成未成，就靠一摆。我只要人生一个家里哦，不管我以后要偌济，就偌济。去庄内，把所有的插头生肖，把我摕来烧掉。 恁两个去甲所有的人讲，以后唔准阁拜任何的插头神像，干那会当拜我这个家里大法师。因只要信我，我就会当予因重新本路嘛。这个主播很可疑，予伊做一点小生意。你个老狗，你跋脚！阿爸阿母啊，紧甲钱摕出来啦，予我渡过这难关啦！阿无哦。 我会给你拿倒去拍呢，其他的藏在地啦。啊无，我跟你拍哦。我会用借你钱，啊，不过你要有法度把我的话接落去。好，那呢，我问你，阿公阿母若同心，后一句是啥？啥？阿公阿母若同心？
哎，到底呢？倒想一个啊，啊无这名行啊。听好势哦，翁仔某若共心，子孙洗袂停，安怎？这摆袂歹啦吼。原来是安尼，既然我较早喜欢的大巴达已经无去啊，那安尼我嘛无需要搁留恋啦。少爷，我有话要甲你讲，搁较安怎讲，我嘛是你的亲阿哥，这件代志哦。我义务都要甲你讲清楚。其实之前你看到迄个老实、故意又搁善良的大白鸭蛋，毋是真正的大白鸭蛋，伊只是一尊假的，名叫做杨状元。看出即马将杨状元安怎阴错阳差，无拄好接到大白鸭蛋一滴血，变做大白鸭蛋模样，一直到大白鸭蛋红变做水鸡。后来又阁莫名其妙变回人形，整个过程拢讲我受虐待。你这个戆大胆，敢若要做一挂戆代志？我虽然真爱钱，不过我更加需要一个真心爱我的人啊！既然你已经无在啊，安尼这的珠宝我嘛用袂着啊，不如去送予真正有情人。